还0.1呢，不是0.9。跟我打还，这人没带骸骨渡城，我们上来直接试探一波。万一打卡利你就没了，在你的眼中我就是那种被扛特就完了的人呗，就这水平。沙漠死神，你一个刀你也别补啊！今天谁把狗给放开了？你学的抠一个刀你也别补。你学的抠一个刀你也别补。我不可能让你补刀。塔下这边要杀啊，直接让塔打我们，插个眼好，交传送我们回家，别让他打小兵，打小兵他万一他生了我们杀不了了。地狱行者手感差，我跟你说一共就俩能用的，三个吧，四个吧，一共就四个能用的，那猴的皮肤一共四个能用的，一个破空枪骑，一个三妹真火，一个美猴王加定海神针，四个皮肤三个限定，我玩你妹，我都不知道要干什么。把兵给他拖出来，哎，我三级他四级他都不敢跟我打，再不打可没机会了。哎呀，好意！别抢我人头！算了，这个小兵。我们不推了吧，他正好有炮车，我回家了，这不。我要推我也推不过去呀。你看那狗头人现在那后排两个兵，他现在不补，一会儿他补他都补不了，他不赶紧的，我就感觉这波兵线要推过去了。
哦哟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他这边又死了。给他打我们。最好是每一波都塔下杀他，这样是最好的。这波连人带皮我们一块吃。连人带兵我们一块吃。看看阿卡丽来没来啊。就直接就在这回城。他如果在这儿我们就往上跑，他如果在这儿我们就往下跑。他如果闪过来我们就闪走。时间刚刚好，回家。提亚马特，八级标怎么得到的？哟！永恒星杯啊，永恒星杯。你一个刀你也别补。既来之则安之。拆塔不管他。直接一 Q。闪走 ，A 九头蛇杀瞎子，好了，那狗头升六没？哎呀，干嘛？干嘛？我的天哪，来个镖，你别玩了，你那瞎子也别玩了。好，我们在这一待，狗头人从九分钟开始一直到十二分钟不会再吃到任何一个小兵。他很有可能会从这里出现，我们在这等他啊。有些人啊，他回不了塔，他就绕一波。哟，回塔下，那是你能回的地方吗？这波我回家，不行，我差四百块钱呢。杀个阿卡丽吧，
3-1呢，400块钱我估计差不多。正好这波他把技能全用了，从左边过来把阿卡丽杀了。他不能走，他指定得过来推线。好右啊！左边有眼儿，挺烦的。哎，这眼儿好难受啊，好闹心。卡尼这么猛，700、300、1000、1600，哎呦我操，一把大，一个大棒子加上一本小书，哎呦，不过这种英雄并不是一个能翻得了盘的英雄，没有什么关系。你这收兵收得挺爽啊，爽吗？爽吗？点点爽吗？不推这波，去把峡谷打了，打完以后把狗头人困在塔下。点盐呢？他有大我套点盐，那不白点白点了吗？哎，我发现你们怎么回事呢？这点基础的东西都不知道吗？连这种东西都不知道吗？不会吧？这么基础的东西都不知道？你好，哟，不是这狗头怎么回事啊？啊，这里有眼儿，我靠！你别再打不死啊！算了，正好值钱了，拿个蓝，顺便。哎呦我操，这防御塔挺过分呐。你怎么回事啊？我放你走你不走是吧？这我得来个标，我得来个八级的标。好踢。踢了个假猴，俺的取经之路才刚刚开始。
他踢假猴其实是很正常的，你知道吗？刚才如果是职业选手都会踢假猴，真的，因为刚才那种情况他必须得踢，他不踢不行，他不可以等我在现身的时候踢我一脚，不可以。我们 E 过也不是 E 过去，我们连 E 都没 E，Q 也没 Q， 我们直接放 W 接 QE， 他是肯定踢假猴的。装杯不是装杯，这很正常，因为在你没有办法的时候你就只能踢假猴，你真猴你踢不着啊，那你也不放技能了，那四个人他肯定得放放技能，那不能说这技能憋手里死了，对不对？我让你们多玩一会儿，回家兄弟们，今天我可能得5点多就下播了。为什么5点多就下播了呢？因为今天我得出去吃饭去。为什么要出去吃饭呢？因为有个朋友非得要叫我出去吃饭去。所以你们要赖就赖我那个朋友吧。为什么非要叫我去出去吃饭呢？因为他说那家非常的好吃，特别的好吃，一定要叫我出去吃。没办法，恭敬不如从命吧。男朋友还是女朋友？我已经没有女朋友了，也不是没有女朋友吗？没有过女朋友，女性朋友全是男性朋友，短了。哎呀，这没死。Hello， 远若无力，想给我远若无力了。我先让你跑个3回合，兄弟。我先让你跑30米，然后再把他杀掉。这样就可以让这个狗头人非常的难受。为什么我一定要让这狗头人非常的难受？因为他上来跟我在那儿，谁把狗给放出来，跟我在那儿汪汪汪，这我指定是忍不了。哎，我全弹死了。没红，下去吧。没跳弹，下去吧。哎呦我，狗头人再次的值钱。我肯定是不能让这狗头人在我这儿这么装杯。这波来一波1打4，虽然我们没有死亡之舞，但是我们还是可以试试。
掉血吗？先杀阿卡丽啊！瞎子呢？瞎子怎么跑了呢？你跑，你那蛤蟆油吗？我干嘛大跑？我要是这瞎子，我就往上跑。耶，他往下跑。我现在吸血，他们都打不打我都不掉血，你知道吗？现在就打我这个整个人不掉血。队友应该高地上不去。阿卡丽杀的越欢，哎，我们人头就越多。别害怕，他们指定得追你。呀，不追了，红给我来一个，算了，我有红了，给你了。往哪跑？仔细的一想，我还没杀过盖伦呢。不行，不能杀了，杀不到二十九了，赶紧让阿卡丽复活。操盘，这个操什么盘呢？我尽力去杀二十九个人啊！我们不得完成目标吗？走了，谢谢我家 WiFi 上锁了的飞机，谢谢谢谢。那肯定是不能送。哎，我那一次怎么死的啊？我想起来了，我让那阿卡丽给我杀了。我想给他套个点烟，让狗头人下去直接死，你知道吗？哎呀，套点烟套的死了，给套死了。跑得真快呀，轮说为什么装备完了，这人有点多呀。哎呦，给我套点盐了吧？谁套我的点盐？谁的点盐？谁人套的点盐？血魔流，
压着可能也得死。哟，剑圣送了，剑圣。再杀七个，再杀呀！别着急，再杀呢啊！咱就开了一把，我尽力的去杀一杀，能杀得了就杀，杀不了，如果基地没了，那我也没办法啊！尽力，尽力而为呀！鱿鱼，快过来！哎呦啊，鱿鱼，可以鱿鱼，把小龙先打了来。我其实应该打你出个破败，你去把龙打了，你去把龙打了，我去打波团的，大家接力好吧，接力，我过来先来一波，然后你们再来一波，然后我再来一波，你们再来一波，接力。都不掉血呢，都致命点，完了，我给他们打没血，队友给他们收了，尽力了，兄弟们，差五个，有点费劲，杀不到了，他们没技能了，打不过了。来波五杀吧，啊？等盖伦活了，正好拿个五杀。假装我们掉线了，来个五杀，来个五杀，没想到吧，我复活了，五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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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嗨呀，这队友没死，他们没出来，还有没有了？给队友点个信号，别堵着，别堵着，别堵着，超级兵拆没了，完了，GG。